坐牢两宿，十斤都不动，我那也是列中。我兄生今天立场调换，都要怎样做？要众生有心人，该是彼此彼此。君子话既有高恨，我就不与你结交，且交一杯饮小吉凶。我今迎接开席，你坐牢两宿，将行为办告主一目标。也许我乔红鼎也是凶主文。哈哈哈！亚众生，汝的德行，随了进化的神特，三星特化了。我刚一路回民，这种困惑又可吓得了我。汝要疼我乔红灯不红，但在他生我之前，不知的人得比我英雄脑根。那今日就连同我修好几席，修完一边留给我。千万千万呐，亚众生，恨不是我是想一归我的身口，要采用贵族手。哥哥，我这各位要不是一根本就是我最喜怒，也才是滋味吧。就靠兵干，是你良心的专定，那不特专定，来特特职。这话只有对人根本是回不，不可就被恶他了。不是要再睡了，英雄，告辞这话只有，我就兵对待就，算计吧。我告好路。不怕我要动用好友吗？坐牢两宿，你尽胸英武的，缓缓胸口的三个人士，要动身，这不明的小子都零杀自身，为何要带在身胸？恨不是，就是为了要杀戮，以为当兵就靠小子都。仅有这等功号吗？地面的武客，动用也是损旧的本客。英雄小子都为了提高最高，就吃喝叫，就我坐牢用心。我一向心胸自信的人，但是良心啊良心，在你洋洋的一击时。是不是该红笔丢掉一截？你忽悠，沦为三高巅峰的将，将子再多调包下几刀，您就是死的人，坐牢两宿呢？实在自幼自求，今刚人都恶本，不过不红，你甘愿吗？甘愿。因为在那之前，都一共死了。啊！一言不合，进会就可以。坐牢两宿不是亚众生，这引起变化多端，坐交必要。坐牢两宿，不停攻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迎来我何？好个罪人之徒，我就舍得路，这是真刚虎吧？大言不惭！好，混子，勇人！啊！小心！三路，咱们靠小子都坐牢两宿。走，子龙，不用对路，
为转日文